在我的两腿中间。不是啊，足球嘞。好啊，这个今天是我们新角色莉莉抢先玩的日子。那这一只角色，我是绝不抢啦，坦白说，我是绝不抢，手太短了啊。只是实际到底不抢到什么程度，这个要实战体验过才知道。打不过李昂，其实今天这样打下来，我觉得李昂真的是完全打不过，接近是最难打的一只，而且又送他大招，等于说我如果要贴李昂，一定要浪费一个配件，好亏哦。打不死他24。两隐形，两隐形，完了。进球了！球传一下，球传一下啦！啊，我拿，我拿，我吸个大。好像不该开这个配件，浪费。伊比应该是最好打的角色。喵修哦！我不知道他有极限位呢。欸、他有没有种把极限位能拔掉？这边应该会有球。球会到我这里，这里。摸透透，我是鬼，莉莉的鬼。你不觉得莉莉是 OP 角吗？其实我这样玩下来，我觉得，是没有到这么强，但是其实还蛮好玩的。就是他狂起来是真的有点狂，但是首先要狂，要先狂起来。哇，好，不抢，这是不抢，不要买了，这是不抢。这是极致的骚扰，这边一定不知道我在他们家，他们这辈子都不会知道他们家有一个沙雕，他们现在知道了。
这里吗？我的短期记忆真好。扯了，美乐蒂，你才是新角。怪你！拿这角色真的是没办法。太无脑了，梅尔迪。梅尔迪有克制心角，说不上克制吧，但梅尔迪又比较强，血量两个字都一样，都8000多嘛。你看心角要打死梅尔迪要打几下？要打五下，至少五下吧。如果梅尔迪开盾，盾又开两次，出到六七下，那还得了？哪有一只莉莉可以打到六七下的？三下就极限了，三下就好躺平回家了。我们这把、啊、站在这边吧，然后开大招，再一个，把这边拖一点时间，对面又要再退。没进是怎么回事？你刚没进是怎么回事？在我的两腿中间，不是啊，足球嘞！哇，有什么闪电十一踢？哇哇！老哥，堂堂都是刺客脚，为什么你玩起来感觉不一样？靠！快烧起来，烧起来！牛炉，你好骚哦！靠我了，神奇走位，我不玩了，我要直接走到你脸上了。不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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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烦。我还得是你朱玉伟，你这把，你这把是神，你知道吗？你是神，你是艾斯基摩人。难得 SZ 出没那么强的角色，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强的。你看这只小射手这么短，可是我每一把伤害其实都打得蛮高的，就代表说我其实是有做，我是能做到事情的。在这么难打的情况，我觉得我对他的评价没有到低耶、欸。我当初猜测的差不多，这配件真的是太关键了。三个配件全开，进一颗球，虽然这个成本有点高，我觉得还行。你要说他弱吗？我觉得再想想好不好？再想想。杰西打爆你，毒烂你的皮，没有。治好了，靠腰啊！
不是啊，一直被弹。我这把不先开配件，因为李阳要过来，我这把待在这里。他过来了，他冲过来了，靠背东西。李阳在我旁边，右边看到，就往前滴，往前一带配件，往前，队友跟着往前。杰西又在我面前，杰西死了，就往前带。大招准备吸，一下，两下，大招嘟一个。1001，啊，收工了，看一下全球排行。有几个人把这只打到150的，应该蛮多啦，输那么久了。恭喜，只有24个人把这只打到1000杯以上，在经历了5个小时之后，赞！不愧是手最短的角色，看来是真的没有想象中这么好爬，太吃队友了。